各位小小解说员大家好，我是苦瓜老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这个单元要做的是黄喉貂。黄喉貂呢，它基本上头部跟身体四肢，就是头部跟四肢的部分都是黑色，包括尾巴的部分。它比较特别的部分是它的胸前，好像就是有围了一个就是金黄色的围巾，其实它有点像就是披风，披个金黄色的围巾在身上。那还有它的下巴的部分呢，是有白色的毛，这是它颜色的特征的部分。那它的头型比较特别，是它比较属于扁形，我们如果从上面往下看的时候，它的头就有点像是三角形这个样子。那它的耳朵的部分呢，不会太大，那它大概贴在它的旁边，就是头部的旁边这样子。那这大致上就是我们黄喉貂它的一个特征的部分。那它是五趾，就是前腿跟后腿部分都是五趾，就是它整个的特征的部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开始操作黄喉貂。好，那我们要开始来搓黄喉貂的身体。黄喉貂的身体，它的剂量的部分一样是用 H。好，那我们就把黑色的放在 H 这个地方，那我们一样把它拿出来，然后放在你的手掌心，透过手的温度，然后慢慢的软化，数到20左右，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搓。那我们就搓的当中呢，当然它就是会越搓越圆，然后透过手的温度，它会软化，所以会越搓越圆。好，那我们主要的部分呢，身体大概搓起来的圆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好，这样会比较清楚一点。好，那身体呢好了之后呢，我们要先比较特别部分，刚刚有提到它有点像披一个金黄色的围巾，所以我们先把围巾做好之后呢，我们再做它的四肢。好，那我们先捏一块，这个尺寸呢大小大概是属于 F 大小，好，黄色的金黄色的部分，那我们把它揉一揉，捏一捏之后呢，有点长条形，好，把它又变成有一点长条形，然后要把它捏扁，好，把它捏扁。好，捏扁完之后呢，我们就放在这个身体，我们就把它围起来，就有点像它做一个它的围巾的部分的感觉啊。然后呢，它是基本上可以把它的身体整个都前后都会有，然后再用你的大拇指慢慢的把金黄色这个部分呢，跟它的身体黑色的部分可以慢慢的推一下，然后让它比较有一点两个合在一起，就是比较融合的感觉。好，大致上大概就是这样子的，就是金黄色的，那它的身体部分一样是维持黑色的部分，然后呢就是慢慢的往下拨。好，所以这边大概就是前面跟后面大概都会有金黄色的部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做的就是它的前后前肢跟后肢啊。那前肢跟后肢的部分都是黑色的部分。那一样，我们的涂料一样是用滴啊，用滴的部分。然后它的形状还是水滴形，所以我们就搓了四个前肢跟后肢。那刚刚有提到它的有五指啊，有五指，前肢也是五指啊，后肢的部分也是五指。那它的后肢的部分，我们会用刚刚一开始我们提到有弯曲的部分啊，好，一样我们这种水滴形，好，水滴形搓好了之后呢，一样我们在它的1/3的位置抓住，然后呢这边先把它弯下来，像一个打勾勾的形状，然后呢在尾端尖尖的地方呢，一样是往压一下，这个位置呢就是它的脚趾的部分啊。好，大概就是这样子一个形状。
那我们就是一样，后肢的部分会有两只，一样顺着水滴琴，然后三分之一的地方把它弯曲，像一个打勾勾一样，然后呢在最前端一样把它弯一下，那这样子呢就是它的脚趾的部分。然后这个部分呢，如果你可以的话，你就是用你的牙线棒，然后呢把它的那个拇指，它的拇指的部分可以稍微压一下，再压四次。但是如果说你太小的话，你就是大概压个两次，就是一个形状的形状跑出来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就一样把它的脚呢后肢的部分放在它的位置，好像这样子，后肢的部分啊。好，那前肢一样是水滴琴，那它的涂量刚刚有提到也是用 D 的部分。好，那我们一样是搓了两个水滴琴，那搓完之后呢，我们就直接放在它前肢的位置。好，那放上去呢，一样你要给它的比较特别的是，它跟一般的那个其他的另外的哺乳动物，它的前肢会不太一样，是它会前肢呢，它会比较放在它的胸前前面的部分，所以呢，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就是要做出黄喉貂它的那个比较特征的部分，就是它的前肢呢会比较放在胸前，它的这个前面的部分啊，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位置，不一定它会放在旁边，所以它主要还是放在前面的部分。好，那前肢做好之后呢，我们要开始做它的尾巴，它的尾巴其实很长很长啊，所以呢，它尾巴的涂料我们会用到就是这边 F 的位置啊，它的涂料我们会用到 F 这边，它的尾巴呢其实一样，就是长条形。放在你的手掌心 ，F 拿出来之后，那放在你的手掌心搓一搓，那就是前后搓就可以了哈，前后搓就可以了。长条形如果你觉得不好搓的时候，一样可以用手捏，先把它捏成比较长条形，然后再放在手掌心做前后搓揉，这样的话前后搓揉之后，它会比较圆滑一点。那它的尾巴，你也不用让它直直的，它可以有点弯、哦、它会有一个弯曲的部分，所以呢，你可以把它稍微弯一下，然后放在它尾巴的位置，好像这样子、哦、就是它的尾巴呢会有一点弧度，会有一个弯曲的弧度。好，那尾巴完之后呢，我们开始要做它的头部。它的头部呢，刚刚提到它的头部我们会用到比较大一点，然后会用到 I 的部分。那刚刚有提到它的头型呢，我们从上面看的话，它其实有点三角形，然后它的头会比较扁一点，就是它那个黄喉貂的特征。它的喉部、喉咙的部分呢是白色的毛。好，那我们就是一样，我们一样就是把它涂料呢是用 I 的部分 ，I 的完I 的部分呢，我们量好之后呢，我们一样先把它搓成圆形。放在手掌心，让它温度变软之后呢，然后慢慢我们就把它搓成一个圆形。那因为它比较属于刚刚提到，从上面看是比较属于三角形的部分，所以一样圆形完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用你的手掌稍微搓一下，让它变成水滴形。好，水滴形完之后呢，我们就用手指的部分，我们就用可以用捏的方式啊，把它变成比较属于三角的部分。如果我们这样食指跟大拇指稍微压一下，它就是比较属于三角，然后这边呢再把它压扁，那这样它的头型呢有点三角形的头型，比较扁一点就可以成型。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侧边、啊、它实际上是比较扁、啊、跟其他的头型不太一样，就是头型会比较圆一点。好，那我们从正面这样子看过来，它其实有点三角形、啊、有点三角形、啊、这样是三角形的部分。好，这是它主要的头型的特征是这个样子。那刚刚我们提到它下巴的部分是白色的毛，所以呢，我们等一下再拿一点白色的过来。那白色的呢，它的涂料我们用到的是 A B C D E， 大概是这个涂料的部分。好，好，那一样我们把它搓成水滴形，然后压扁。那一样是在搓形之前，要先把它揉软，好，透过我们手指的温度，然后把它变成水滴形。然后把它压扁，这个就是它下巴，就是毛的部分。好，那我把水滴形压扁之后呢，我就放在它的下巴的位置。那一样，透过你的大拇指，慢慢的
把这个白色的部分往外推。那这样的话，你就可以看得出它的下巴这边是白色的毛。好，那这个完成之后，刚刚有提到哦，它的耳朵其实是比较小一点，所以呢，我们用一个黑色的，它的涂料呢 ，C A B C 的 C 啊、哦，就是涂料是 A B C 的 C， 然后我们把它搓成一个圆，然后压扁，那它中间呢一样用一点点白色，用多少呢？用 A 啊 A 的大小。然后一样压扁放在这个它的耳朵的中间，那我们现在已经把它搓一个圆，然后把它压扁。好，压扁之后呢，一样我们拿到一个白色的部分，然后呢是 A 的大小，那一样把它搓成一个圆。等一下呢，我们会用牙线棒，然后呢用切一半，把这个圆切一半。它切一半之后就是两个耳朵啊，因为它耳朵没有很大，它有一点就是半圆形的啊。好，是像这样子，那我们就用牙线棒把它切成一半。好，切成一半变成两个耳朵之后呢，一样我们必须让它有点点弯弯的，让它耳朵一样有点弯弯的，那我们就放在它耳朵的位置。那它耳朵不会太高哦，所以就是大概是跟它的头部分大概是高度大概差不多。好，这两个耳朵我们就放在它的位置。好，那耳朵好了之后呢，那我们要做它的鼻子的部分，它鼻子的部分，它的涂料呢，我们会用到的部分，它的涂料大概就是 A 的部分搓一个圆，大概在 A 的部分，那我们就搓一个圆，然后连在它前面它的鼻子那个位置，那到时候一样我们就把它搓两个它的那个鼻孔。好，因为它都是黑色的，所以有时候我们看的时候不会看得太，就是看起来还没，就是鼻子这边，我们侧看的话，就是鼻子大概是这边啊。好，那一样我们给它搓两个鼻孔。好，那这个完了之后，我们要做它的就是眼睛的部分。那一样我们做两个白色的，那就是1/2的 A， 1/2的 A， 做它的眼白的部分。那因为它的眼睛有一点点比较属于就是。两边都是尖的，就是有点像我们讲的那个凤眼，就是两边都是比较尖一点的。那因为有一些动物它是眼睛会比较圆一点，那这边呢我们是前后，就有点像缩形一样，所以呢我们就用白色的眼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好，就是我们先把眼睛眼白的部分先把它弄上去，然后眼白的部分呢，它不是圆形的哦，它是缩形的，就是前后。两边都是尖的，然后稍微压扁，然后一样放在眼睛的位置。好，大概就是这样了。然后你们就把黑色的它的眼珠，黑色的眼珠就是1/4 A 哈，然后搓成小圆。它其实有一点点，它还是有凤眼哦，所以你就是搓成圆之后，前后搓，前后搓就可以把它放上去。好，那这边呢，它的眼睛大概就好了。那我们就把头跟身体先做一些组合，但是等一下呢，头跟身体的部分我们还要加一点点功。它的头常常是往上仰的部分，所以呢，头你可以让它再高，就是往上仰的感觉，头会有一些往上仰。那后面的部分呢，这边头跟它的黄，就是它的身体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再用一点点黄色，让它整个连接在一起。所以它的披风呢会披的比较高一点。那这个黄色呢，你大概就抓一个 A B C 的量 ，A B C 的量放在这边啊 ，A B C 的量，然后呢一样把它揉软，然后压扁。那压扁之后呢，我们就会放在它的头上面，然后让它垂到身体来，然后让它变成是一体，就是我们把它放在这边。好，放在这边，然后我们稍微搓一下，也要用手的温度，让它慢慢的两个可以溶解在一起。然后尾巴的部分呢，一样就是刚刚提到，就是让它有点点弯弯的感觉哈。
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大致上完成的黄喉雕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那我们让它站在这个位置。黄喉雕比较特别是刚刚提到它的头会往上扬。好，这就是我们这个单元黄喉雕。